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课堂，这里是 AI 起飞站，我是你们的朋友小艾，今天要带大家看看一个超级厉害的 AI 神器，它的名字叫 AndMe，也是一个视频生成、图片生成的一个 AI 工具。它的这个工具也是只要输入一句话就能自动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是的，你没听错，它能帮你把脑子里的想法直接拍成画面，就像这些特别好看的画面一样。首先，第一步到谷歌浏览器，输入 AndMe 官网，点击进去。这个画面来到这里，来到它的网站之后，我们点击开始使用。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然后这里还可以前往平台观看，它这里是 YouTube 平台里面，这个作品做的，在这个资产里面有我们的私人作品，在下面创造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下面还有视频编辑器项目、共享项目，创造这边有开始绘画、生成视频、生成图像、生成音频，它的图片生成也可以，你也可以上传草图，AI 帮你补全动画。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怎么用 Andmo AI 来制作视频和图像？我们这里一步步操作一遍。这里有一个创建镜像，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描述我们的镜头，让它生成。我这里是夜晚的赛博朋克城市，风行汽车穿过霓虹灯建筑。在这里，它生成的时间大概要1分钟左右。系统处理好之后，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画面感，是不是特别的好？虽然是 AI 生成的，但光影、结构、动态都非常有画面感。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个小短片来，我们用另外一个风格来做一个小短片。我这个是用镜像生成的，都没有上传图片。在这里，你也可以上传你的资产里面图片来生成视频。我刚刚生成那个图像，我们可以点击上传上来生成视频。我们这里再生成一个，我们把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图片给它保，选一张好看的给它保存下来。我们再给它生成视频，我们就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把我们刚刚下载下来这个，把它上传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生成视频。在这里，我们再把它的镜头描述粘贴过来。然后我们再点生成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它给我们生成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在这里可以还是可以看到画面感非常的真实哈，它也没有卡顿。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重新造型，还有一个使用框架视频输入图像参考。我们还可以把视频做成纵向或者是横向都可以的。如果你在做图片做视频的时候，它的学分不够了，我们可以在这边升级使用，标准的是15美元一个月，它还可以去除水印，然后它无限的版本是95美元一个月，积分每月重置有2250，可以访问所有的视频或图像模型，在探索模型模式下还可以无限生成。这个是我生成的一个童话风格。在森林光点照射，小女孩飘在空中，梦幻又温馨。然后这个照片也是非常的真实的，人物剪影清晰，人物剪影清晰，还带一点梦幻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这个做出来的效果还可以，可以点击这里下载下来，也可以把它移动、重命名，还有一个删除，生成出来这几张，这几个还好。在后面生成这两个图片都还好，到这个它的翅膀到前边去了，它的翅膀到前边去了，它不是在背上，所以说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完美，这个都还是可以接受啊。像这个做出来就挺好，这是一个朋克风的风格，这是我们让它做出来的视频效果。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生成语音。Hey there, Maggie here.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all this way to see me.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一段开始的一段话，我们让它生成出来，看一下它说出来是怎么样。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起飞站。我是你们朋友小艾，今天要带大家看看一个 AI 神器 Runway。
一个只需要输入一句话就能自动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是的，你没听错，它能帮你把脑子里的想法直接拍成画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听起来不好听，我们可以换一个，里面有男性有女性的，我们重新来换一个来。感觉刚刚他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The Jishi Ni Men Bing Yu Chao Ai Jin Tian Yao Dai The Jia Kan Kan Yi Jie Ai Shen Qi Runway Yi Jie Chu Yao Shu Ru Yi Ju Hua Juneng Zidong Sheng Cheng Shi Bin De Ai Gong Ju Chi De Ni Mei Ting Ku Taneng Bang Ni Banao Zi Li De Sheng Fa Zi Jie Bai Cheng Hua Mia。 这个就是外国朋友讲我们中国话的。如果我让他把这一段话生成英文，他肯定讲出来又不一样了。我们来把这个给他翻译一下，然后我们用英文来试一下。他提示我们的学分已经用完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自由版的每一次的积分有125个学分。我们也可以生成视频，生成图像，有3个视频编辑器项目，还有5GB 的资产存储空间。对，我们今天的免费额度已经用完了。我们免费生成的视频它是会有水印，时长也有限。这个付费版的它能导出高清视频，扩展时长，解锁更多功能。如果你是内容创作者或剪辑师，你也可以升级到标准版的，这样能省下大量素材制作的时间。这里是我们标准版的是144，还有336一年的，还有912一年的，这个还有2000一年的，这个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升级。 RedMe 就像你随身携带的 AI 摄影机，不用拍摄，不用剪辑，动动脑子就能拍出效果大片。喜欢这类 AI 工具的教授的朋友，记得点个赞，点个订阅，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一期再见。